北市 New 台北智慧支付，手机在手就能配，不带现金可以玩遍全台湾，不想出门也可以线上消费全台湾。我们请本台地方记者实况转播。是的，主播，记者现在所在位置是在板桥车站，购买咖啡实测成功。是的，主播，记者现在所在位置在台中公益路商圈，实测成功。是的，主播，记者现在位置位于爱河商圈，实测成功。谢谢三位记者的连线测试，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一则地方报道。本台在年轻人爱用的社群平台上发现一则新北市五股区的地方趣闻，让我们交给外景记者追踪报道。什么样的 APP 让青少年都惊呼阿嬷好酷，跟得上时代使用行动支付？ New 台北简直就是支付神配，连阿嬷都会用，从传统市场到网络商城，我看他一路都好会配。本台实际现场访问这位阿嬷，让他教我们配。我跟你讲哦， New 台北真的是无线支付神配，用一只手机都能轻松支付，实体商店到网络购物，使用数位钱包的新北币扣款，消费不设限，还可支援云端载具，无纸做环保。最重要的是，在台湾各地，只要有和 New 台北合作的商家，大家都可以随时随地行动支付哦。谢谢阿嬷的教学，我们将现场画面交还给棚内主播。原来是 App 方便好操作，让阿嬷都能轻松上手，到处配。接下来为您播报下则新闻：旅游正夯，使用 App 参与互动，除了可以奖励新北币，还使用于各处消费的各种优惠，以及转赠分享出去给亲朋好友使用。持续锁定新行动新支付，照顾大家的数位钱包 New 台北。